是团队里面要主动出击的那个人。哦，刚好是抓了一个过点，那看似 PTG 好像没有太多防范啊。是的，你徒步摸过来，这个信息还是吃的比较少的。我说今天没直播呢，原来搁这儿打比赛啊。嗯。哎呦，就被撞了一下，还被反杀，尬住，炸裂，崩了 PTG。有一个那个厕所带反坡的位置，嗯，还有可以踩。牛皮感觉最近的策略选择跟他之前的打法真的是完全不一样。春季赛的时候，牛皮肯定是出现在右上角，想要去 K 这个头了，应该是有烟吧？嗯，半天没补。啊，拴倒了 AZ。哎，我对刚才上播的话 ，Pero 在动车，那就是车还刚落地没多久吧？被啊被补了，被一万个人在抽，他那就是是个厕所的高点。那就说明北部这个地方并不安全，嗯，就很难受啊。嗯，他说其实这个位置还行了，但是这样掉一个人、嗯、顶了。XO 蓝圈里面还有一个枪线的，这就是蓝圈枪线来的一个击倒啊，趴啊一趴没子弹还，那只剩最后一个了，打起来比较轻松啊，确实。几乎没有什么放掉是非常可惜的，因为长江方其实他两边都能打，南北都能打、嗯、所以呢放掉非常可惜，但是这个位置的毕竟还是有点边缘。对，小崔又回来了。对啊，因为他不敢分踩，而且这种上坡路上更容易被抽下来。对，所以就是这个就是刚才咱们说的一个很重要，现在三个人跟四个人的他战术最大区别就是在一些关键圈型你不敢分踩。嗯，好 STK 跟 Genji 的这点巨危险。是的，烂尾楼先打一个，阿洛已经倒了，这 GX 这个布局还是可以的，旁边把队员交，可以找个队友过来配合，打打道具，把这个人头先拿他一两个。有人在补，好像是 GBL 的枪线，可以可以，是稍微补了一些血量，然后让他自己，优路最后还是拿到这个人头，而且这个第二个过点也倒了。这波跑位真的大胆啊，这么一个破围墙敢拉过去打，但凡对面有个人，我觉得是因为他这个位置站不住，嗯，因为原点山头有人在抽。就刚才想补而漏那个人头，所以说他这个位置还是要进防区，结果他没跑过去。哦，很主动啊，今天 GX。嗯。哦，只剩下零杀吃鸡的战神了。这个防区多打少的情况下，应该没太大问题。现在就是 Polycrity 的具体位置还没有掌握到。嗯。因为他一直在跑。但 Vegas 之前倒地的附近啊，击倒队员的人应该是知道的。在朝这个方向丢道具了，还有一堆烟。嗯，补下来了一个，现在 STK 还有两个战斗力。Pero 这里也是在承受防区的进攻。果然，刚才小左被拴了以后呢，是直接过来撞。对的。这 TM 主要是 TM 嘛 ，TM 看到是这个飘柔啊，肯定会相对来说更用力一点。对的。哎，打一个，一换一。看大巴老师会不会犯病？二打三。小左的位置是可服的，还好他的雷没问题，还好他那颗雷没有拉栓，不然他是很容易把自己补了。嗯，还没来得及，就需要谁的有没有机会把这个人头先补了？顺爆，最好是一补一倒。哎呀，但是他全部扔的是里面，嗯，以为人在围墙外面，是的，以为人爬进去了。这还是要拖一会儿的，两支队伍要尬在一起的。是，十七这个是抽远靶啊，暂时威胁不到近点。嗯，我们先看圈型的刷新，左下山排没有贴了。近点的防区打进去打了一个，外面的也倒了，马云龙被直接补掉。是的，马云龙这波进来的，他对手有补枪喷子补他，没任何问题，有个倒地保护，第一时间没补掉。是的，小左被远点的人被紫色心情在坡上给击倒了。这个真是很难受啊，不好救的，这过点已经被钉死了。是的，这个其实因为也是打的时间比较久了，本来如果说是一个二打三的话呢，其实还是有一线机会的。嗯 ，Battleless 已经是被扶起来了，现在崔七幺，脸上还有人，在这个位置就是架崔七幺的。十七去冲人，十七去冲点了，因为 Mika 也是他放倒，就过来贴脸了。对方移形换位，移形换位，还好这波回头回得快呀，转过来了。而且人数也是有优势，因为他先击倒了 Ascent 的人嘛。啊，这个时候再看崔七幺，只不过只有喷子的话，我觉得扛三个有点不太好扛。打闪，再喷，但闪到了自己。是的，对方准备要打一个前后包夹了。嗯，不好动了。这个过点没喷倒、啊。对，错过了一个 timing， 而且又被闪了。最后对手已经进来了，没办法。
这波也是击倒的这个信息让 Twistman 看到啊，就前面先被补了一，然后十七呢也是拉了一个车，就有点像 Pyro 的上一个回合的那个转移，是去到了北侧，找了个支点，补敌被朴老师他们发现了，D3R98压过来找 Vegas 最后一个，发现了，直接上脸，直接把圈形的右上角清干净了，奸计好舒服，奸计这一波控图控的挺漂亮，如果他能把，然后要被高点枪线给加了，但是好反打的能力还挺强的，北边还有枪线啊，是的，一侧突破了，天不酸这个低点真的是枪线有点劣势，但是十七拿头。有倒地的人啊，但是费兹还手了，小鬼倒了，这样是对我再打就对十七就是好事，是的，这个山头打架的两个战场还离得挺近的，又是一换一，麦克斯再往回跑了，弟弟一个人就还得早点去支援，哇，这个拉枪直接瞬秒两个，虽然这个角度并不是很夸张，三十度的一个拉枪，但是速度很快啊，非常自信。左上角才把城区大部分的面积给刷掉。右上角虽然看人数很多，但其实西边已经没多少人了。New IP 是想往南部正南部去延伸，但是 LG 其实在蓝圈边上挂着，也还没有第一时间去进圈。对，而且我们也说过，他的分数只要稳稳的拿到，这个时候就看能不能混到城。这个位置还是不在圈，你要继续往马路对面突破的话呢 ，LG 可能会在你头上。不停地抽你的靶，但 GBL 倒了一个，这个信息 New Happy 应该是有的，他们也知道 GBL 在自己的面前， LG 现在肯定是无差别输出了，对吧， Happy 已经没得选择了，只是这个掩体是非常的拉稀啊，去怎么会选这么个位置，这个车被打爆了就真的难受住了，来 Happy 一个蹦蹦拉到马路对面坑里面，现在 LG 暂时还没有看他， LG 注意力都在西边，是的，幻神趴着的一颗雷，对方在烟雾弹里面吃到啊，没有吃到伤害，牛海比汇合了，但这个位置还是很吃雷啊，对方道具多吗，这边要被夹起来了，LG 正好在这个时候走了，牛海比腾出手来背后，刚沿途 Sound Sister 四杆枪都没扫下来一个，好，我们继续看、过点被抓了，对，牛海比这里已经倒一个，这难了，那明明这个位置扶不了的，他们两个队友都在石头的位置，啊，周平岩也倒了，那幻神的雷，幻神的枪，日本队来了， Sun Sister 要绕到幻神的屁股后面了，这不还有烟吗，他一整场没做事，这个时候多少会有点存在感，然而幻神回头打两、打了一个，哎，打两个，两个是倒两个，是倒两个，但是堵哪儿都可以劝啊，他现在就在抽靶就完事了，现在十七被夹了，南边 LG几个猛男，北边还有人打屁股，啊，小北这个半坡顶不上去啊。对，朴老师没事做，一时抽靶就好，等烟雾弹散了，不停地打。他刚才就是依靠着这个北部的枪线去蚕食掉被子的。是的，十七其实有很多的手雷击倒，是不错，但是他顶不上去。火能不能补补人啊？主要是有棵树做个小支点，速就要下来而已。拼了，倚了一个，哎，漂亮！哇，二打四，十三个淘汰了，这局怎么突然间奔放起来了，我不敢相信，开枪就是头，这字来了，还是要继续去打进攻，但这一波这个车位甩过来就是一个大半个身位露出来，没办法啊。主要这坑位确实在这个反坡拉出来 Sun Sister 打起来太轻松了啊。但是 Sun Sister 也很难去压到这个坡上，因为 GBL 在侧面是给侧面会影响到 Sun Sister 上山的，你看你还敢在这个坡待，哎呦，头直接是击倒了十七近点的人，准的准的，也有可能会让 Sun Sister 直接要节奏，因为你得把这两兄弟扶起来，对吧？是的，被幻神直接就干倒两个，哎，这个枪线越来越近了，还是 Pure 他换了个位置，另外一个角度又来找十七了。何老师一直是心心念念啊，这有分肯定是尽量要去拿的，这他旁边随时摁住，有雷的，这颗雷他还舍不得用，先把人补掉，这个、没办法了，无脑天枪。这他只能无脑进枪，这是 Sun Sister 的枪线击倒了 Pure、那 Sun Sister 要不要利用这个机会呢，赶紧上山，你看 timing 就是过来，他至少在某一侧的防守一定会出现一点漏洞，是的，而且高点在 GBL 的身上， GBL 正面被 Sun Sister 顶了，但这个上山过点还是危险啊，人家开始对下面 Sun Sister 布局了，根本上不来，
Sauceder 这个近点能不能顶住了？其实他是最好发挥的，也是全村的希望。嗯，台奈，他的队友出都出不来。对，这是 Sauceder 队员里面的唯一一名韩国队员。是的，现在日本的战队基本上都有一名韩国队员。他很想上去打击标，但是队友好像并不能帮他完成架枪的动作。地标想吃鸡啊，他就得对 GNG 进行输出的。GNG 已经来了，票老师不愿意把任何的分数拱手让给 GBL， GBL 能愿意吗？ GBL 相信是票老师又是两个击倒。顺风局的神。这局他真的打爽了，他每一次出枪的位置优势都太大了。GBL 后撤了，他这个想法。他绕北边去把 GNG 的屁股掏掉，把最后单挂那个人给他抓了。他想偷家。对的。这波绕圈呢，最后进圈的位置有一个下山没有掩体的这个空间啊，有过点啊。这个奸计呢是留了一个人的看屁股，那么先把看屁股这个给拔掉。但难拔啊，那个人位置有点远。是的 ，Heaven 跟 Foxy 对了一下枪，发现没机会，不好走，这个下斜坡走不了，那还是得回去啊。那两个人走左边，你看 Q 那个底坡，正面突破，这个速度要快啊。哦，这个被谁没打？这再打朴老师。这波朴老师其实没什么掩体的，是的，他位置很差。其实队友拖住后面两个支援的，然后近点他能不能把朴老师打掉？差一点，这波还是稍微马了一点，机会是给到了。他把朴老师放倒，其实是一个二打二，他还能扶人。是的，二打二踩了个反扑，而且血量还很低。这边这里烟绕下坡，但是底坡朴老师已经是绕了脸上了，灵活走位。这局经济拿了大分啊。三打一，朴老师这波永远是出现在侧身啊。Toss只有一个选择，就是去抓这个单走的 Pure。是的，经济在扶人。第一波呢，没有把朴老师放倒呢，是直接错失了战机的。这个时候再把他打倒呢，机会已经不多了啊。还想去救朴老师？好像每一个人都是属于朴老师的保镖一样。三打一了，兄弟。这老哥先让他躺一躺嘛，对吧？已经十个淘汰了，对，够了。等蓝圈一收缩，这个高点站不住了，经济是稳吃的。确实，这个过点没法玩啊，实在不行给蓝圈吧。但他想要操作，红包兄弟，不要这么狠吧？给蓝圈了，真狠啊！可以 啊，这局经济拿的淘汰数量非常。